哎，各位，他是个好事啊！
那我们的黑羽烧呢，其实跟日本的香蕉蛋糕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我们的黑羽烧呢，其实跟日本的香蕉蛋糕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我们是用同样的材料技术跟机器去制作的，都是一模一样的。这款机器也是我们老板从日本运回来的。那我们的黑羽烧呢，它总共有四种口味，黑巧克力，原味，青苹果跟草莓，这四种口味。那我们原本冻，那最近有推出冷藏的，不是常温的，常温的。等一下我们在楼下也会有看到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喽。来，左前方呢，这边看到我们的分门卡，在我们将军的他的胸前呢，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家徽。那总共呢，有五个家徽在这个分门卡上面，总共有五个家徽在这个分门卡上面。做鬼神姥姥的啊！好了。
其实吼，大家跟我说就了啦哈。有阵讲小明老小华故事共用出来哈，哎，上出嘛。谢谢。一起来再见。一样啊，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同游两天。小哥哈是来玩哈，都是坐后面。原则上不管在南下北上，只要停过休息站，我后面就那里就开始。那这两天我是非常的极致了哈，有如周到哎，都唔得后悔咯。好，没关系啊，如果下次的话，我想我会自备一些东西。忘情水，我会自备。忘情水，好，OK， 好，那一样，祝福各位回去家里哈，每个人一样，今天回去家里冲完凉，放个舒服、宽松的衣服，能够美好的夜晚，美好的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因为我们家在。Yeah.
谢谢你们都太优秀了，刚好唱完所有的歌曲呢，我们现在拜拜拜拜拜拜好，来，谢谢啦，建国国小，帽子雨伞有拿到吗？好，东西要拿到啦，谢谢。拜拜拜拜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好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好皮话，好好玩哦，拜拜拜拜拜拜，今天有没有？没有吧？哎，一天的有去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好，来，十一月九号没有。来，和平话。三十号才回来。来，和平话来。十一月九号嘞？十一月九号有去吗？